菩萨修行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，修自己了，修自己跟一切善缘永远结合，一切恶缘永远离开。好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从今之后不跟任何一个人结恶缘，无论是哪个人都欢迎他了，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还能带着冤亲带出去吗？经常找不到人，你先觉冤亲债主没有了，一个都没有了，到极乐世界去。